榴莲是甜的东西，它是水果的皇后，而且女孩子她特别爱吃。只要他过来的话，都会选一个特别好的榴莲，让他们都心情开心一点。精准的话，就相对来说是体量比较大，消费者比较多，多去接触的一个品种啊。但现在来说，我估计都应该有3-5万柜都应该有10倍的增加，最少。这个榴莲也是在广东地区是比较吃香一点，啊，所以北方人，现在需求量比较少，但是它也不断的去在增长，包括一些餐饮啊，它也是需要有榴莲的这个需求。好不好？我觉得都要看这个疫情会怎么样。第一个，第二个也是要看泰国的整体的一个体量来决定，包括品质来决定，包括需求来决定。希望是好吧。